家心静下，打一个坐，带着大家念那个释迦牟尼佛的。就是其实我自己发觉，就是跟音乐跟那个就是咒文，就是可以打坐很久，然后整个人可以放松，就是听着声音。我们就是用音乐的方法，这还不错，我自己感觉就很快。以前就是我练习熟悉啊，然后想那个是就是一下坐不住，但就是跟着一个频很好的频率音乐的时候，就可以坐很久。所以有些方法是突然就是爆出来的。所以老天爷对我也不薄，对大家不薄，所以突然有很多这种很好的方法。因为那个这个音乐是我突然在大法会听到的，他觉得这个很不错，他突然跟着这个节奏就进入很好的状态，甚至就可能会入定。大家真的去跟着这个音乐持这个咒，然后念心很平静下来。你可以坐一两个小时跟着音乐，心很快就平静下来。对，大家可以轻松的坐着，然后就是如果在家里的话就盘坐，因为心越不定，越恐惧的时候，就是还是要心定下来，就是就把眼睛闭着，然后手势是这样的，就是左手在下面，右手在上面。然后这样子微微的，如果你能可以盘腿的话，就是单盘。如果你练习呼吸的话，就是慢慢吸气，吸饱的时候就肚子是鼓出来的，然后吐这个是肚子的。丹田式的呼吸就是慢慢练。然后手这样子，因为最近我在这个打坐时，一个心放，心可以放松，放松以外就是还会排湿气哦。跟着这个节奏大概4到5分钟啊，你就会心非常静下来。你不会持咒没关系啊，你就听着音乐，然后就吸气吐气，放松的方式。还要带着微笑，不能有死相，一定要带着就是喜悦的心这样子。打坐通常就是我是单盘的，我没办法双盘的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压平，然后就是肚子一定要缩起来，然后就是你后的盘要稳，就是着地啊，这样的时候才骨盆将骨底就比较稳定，肚子缩起来时才会心胸先挺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是一定要肩颈同贯的，才会不会耸肩的。先你可以动一动这样子，就把松开啊，这样子画一画，或是坐着这样子画一下，头按一下。这样子画一下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是左手在下面，右手上面，就是大拇指这样子中间。现在就是以前做几十分钟就会酸嘛，现在做姿势对了，就是做好的时候可以做2-3个小时都不是问题，就很轻松啊，然后就心很平静了、啊。对啊，大家真的去跟着这个音乐持这个咒，然后念心很平静下来。你可以坐1-2个小时跟着音乐，心很快就平静下来。这个疫情时就把当成是个很好的时机点，我们就是一起推广我们的身心灵与法语学。